趁机一下动一动，怎么一些怪声发出来了，这不是才暖身而已吗？再把里面的那一只手呢互握，对，里面那一只手互握，是的，好，不要害怕，对，林江同学要保护好县长哦，我已经 hold 住你了，谢谢你啊，你好努力啊，谢谢，你也是，现在到了森林中要来做瑜伽，不过做瑜伽之前呢，我们来先欢迎今天的重量级嘉宾，欢迎县长，好，大家好，林江好，你好。好，雅涵好，县长好，老师好，你好，县长好，两位主持人好，请问县长是今天第一次做户外瑜伽吗？是的。好的 okay, 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咯。 好，我们先甩甩手，动动脚，先让身体的部位呢暖起来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先大大的伸个懒腰，把整个身体拔长，伸懒腰，对，伸几个懒腰，然后伸懒腰的时候呢，请你也是一样很刻意的吸气吐气，然后也同时打开你的眼睛去欣赏四周围的树啊，每一棵树木、草地、花。好，那我们也来学树一样呢，左右的摇摆，轻轻的摇摆，伸伸侧边的身体，是，不错哦。林香同学怎么了呢？没事，筋骨太紧。好，那趁机一下动一动。怎么一些怪声发出来了？这不是才暖身而已吗？是的。好，县长同学你还好吗？不错，不错哈。好，我们把右脚往右转。好，然后把手呢大大的往旁边张开，然后右脚往下蹲，是的，很好。然后我们让视线放向你右边最远的地方，换换看看左边哦。我们回到中间，一样把大大的书放到上方，然后把左脚往左转，然后双手打开，我们看向左边最远的地方，身体呢回到中间，然后继续的往下，眼睛看到土地。是，那我们把重心摆到右腿。好，那我们试着呢，让右脚完全扎在土地上，然后把左脚离开土地。我们试试一点点平衡。是，县长做得很好哦，向土地向下扎，很好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中间。好，我们试试左边，我们把左脚往旁踩，然后右脚往后踩。好，再一次把手伸起，再一次去看这一边的天空。把身体上扬。是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土地。所以身体往前，然后把重心呢站到左腿，右腿缓缓的提起来。那县长说手呢打开比较好，平均。那你可以把它换成打开，把树变大颗也可以的。好的，很好。接着把里面的那一只手呢互握，对，里面那一只手互握，是的，好，然后把外面的那一只脚呢举起来，外面的脚，我告诉你县长，不要害怕，对，林江同学要保护好县长哦，我已经 hold 住你了，是，很好，然后再把外面的这只手呢来到两个中间，两个手掌合起来。哦，对，然后县长要微笑，是一棵美丽的树。有力耶，好，很有力。好，那我这里也帮县长的手抓住。好，我们就有四棵树展开，好，抬向天空。我们要站有点久哦，县长。是。然后把后面的那一只脚再抬起来，
经过中间，对，往前。好，然后再把抬起来的只脚继续往前。大家还好吗？然后往后躺哦，往后躺，不想后住哦，往后躺。好，我来数一下，我过去了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回来，好，好，很棒。谢谢你，我的 partner， 谢谢，谢谢你啊，你好努力啊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，你也是。Are ready? Ready. 然后两分钟计时开始。哇，这视角真好。而且你有点斗鸡眼，我刚刚自己刚上来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我会不会也斗鸡眼。你走的。怎么样？非常的优雅，这不是平常的你啊。因为我哥哥，你觉得要反方向操作，对不对？等一下跟你说，因为我觉得这游戏觉得没那么简单，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比少，那我要漂亮的玩，我不要每次玩游戏都太丑陋。你变了，这不是我认识的你。林香有受伤，那下不要再发我跟林香同行。好，我们两分钟计时开始。哎呦，摸胸部会不会是比摸胸部？哦，是哦 ，OK， 是节目会被黄标。好软哦！你好过分！天哪！哎哎，你会不会就恋爱了耶？都被我赢了！哎，我吓到哎，我才吓到，他还配什么？我直接怎么吃？不是，我转很大力耶！哎，什么意思？我不是啊，你就突然玩游戏这样啊？谁害谁受伤还不知道呢？哎呀，你下面那个乱推！怎么样？感受怎么样？蛮舒服，可是我没有正面，我刚好这样。你坐下巴，对，有点那个方向不太对。搞不好自己就比没倒。等一下，我发现就是你这里有我的粉跟口红。你知道这一集我比较我比较吃亏，怎么说？因为你比我高，怂。我比较小只，然后所以可是你体重比我重啊。很重应该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哎，这游戏好让我好累。我们这一关结束，进行下一关。就结束了。